接下来，请也欣赏小提琴与钢琴《漂泊》作曲者林亚林先生。 林亚林先生对他这首曲子，他有一个心境上的描述，是漂泊的无奈，垦荒者的辛酸，浪迹天涯，何处是尔家？我估计这不是从这里到那儿，是他心里的漂泊，心里想着一种感怀世上的一些东西而写的这首漂泊。好，请听《Wonderful Life》，《Wondering Life》。